太子殿下果真守时。阿姨，你没事，太好了，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死。太子殿下，请自重。谢家的事儿，姑听说了，对不起。 是顾明能提前杀了纳锦子，护住谢家。我爹娘阿兄，枉死边关，边疆将士尸横遍野。此番我与那贼人，不止家仇，更是国恨。你真的放下他了？何止放下？我恨不得他千刀万剐。 不死不休，这便是你与姑前来的目的。正是。我想与殿下做个交易。好，你需要什么帮助？说来姑听听。 陛下病危。 殿下登基在即，想必不想留有什么隐患。那纳锦慈，跟您流的可是一样的血液。如此大患，孤定然不会留着。只是。 你有何计？纳锦慈为人狡诈多端，我身负所相玩。原本是他为了监视我，逼我服下，现在刚好可以加以利用。右旗出现，将其围杀。你就如此肯定？他会入套？我有十足把握，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说来听听。 我要亲手杀了他。他阿可是你的夫君，你们相爱一场，你当真下得去手？我谢婉音的夫君，就该死在我手里。好，孤是你的。 阿爷，这是做什么？我受伤流血，体内香气异动，他纵隔千里也能知悉。国师这份心机，真是令人生寒啊！强取幽禁，最后竟连你的心也玩至此，纵使孤，也望尘莫及。 现在我看清他的真面目，也不算晚。如今这两尾山已经殿藏埋伏，孤不信他纳锦慈没有一丝察觉，你与他关系今非昔比，就如此确信，他会因这无端的香气冒险而来？会，纵使是刀山火海、无间地狱，他也会来。 阿姨，请来客。好得很。若是你死，恐怕会更好一些。国师这时候还一厢深情，已然无用了。阿姨，你是自愿跟他结盟，全无胁迫。是。今日引我前来。
是你自己的主，想跟我做个了断。不错，知道你没有受他胁迫，我放心了。纵使没有殿下相助，你我终会走到这一天。安言，你我过往，我无言辩驳。但是他绝不可留。你就这么恨我？是，那锦慈，你处心积虑玩弄我、欺骗我的时候，就没有想过会有这一天吗？这一刀，是为你满口谎言、自以为是。我从未。今日你我既做个了结，那便一字一句说清楚。当日你强娶于我，曾与我父母兄长、10万谢家军性命相携，是与不是？你确定是一家四口？我怎么记得谢家在幽州还有10万谢家军？是你与皇师血海深仇，曾与我说要与仇人不死不休，是与不是？是。你那家满门遭屠，是我祖父带兵亲手为之，是与不是？是，可是没有可是。我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我谢家满门早已被你刻在牌位上，诅咒祭天。如今大仇得报，你是否痛快？这一刀，为先人冤魂，家仇国恨。那锦慈，那日我跪在那时宗祠前与你结发盟誓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？安云，你就是这么笑我的？是。生下凉薄，不懂情爱。可是我好不容易学会了，抓住了。可是从一开始，我就错了。这一刀是为我自己。被你所骗，阿姨，我从未骗过你。你说的话，我一字一句都不信。生生世世永不相见。现在我们成家了，以后就不用流浪了，春夏秋冬我都陪着你。你想清楚吗？你要是再不进一步，我这次绝对不会放开你。
好好好，好一个深情郎君，便是姑听了都要险些爱上他了。好在阿音已不被他的谎言蒙蔽，姑甚感欣慰。我与殿下的交易已成，就此别过吧。阿音，你我青梅竹马，虽有误会，但姑待你一片真心。如今阻碍已除，你我之间再无嫌隙。跟姑回宫吧，姑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。阿音，有心事？那儿他虽中三刀坠崖，但他功力高深，未必身死。殿下若想高枕无忧，还需派人搜山，死要见尸。不错，你与姑心有灵犀，故意派人去崖下查他，但侍卫回禀，崖下并未见着尸身。看血迹，像是朝北去了。北境荒凉无人，驻兵甚少，若叫他逃了去，定是无迹可寻。我这一条捷径，往西北走，渡流水，比陆路更快，可达嘉兰关。务必加派高手，在他出关之前将其截杀。阿音，你的狠绝连姑也三分胆寒啊。你要是再不出现，我要忍不出去找你了。是吗？去地狱里找我？